白色紧身小背心、超短百褶裙，韩国性感小野马炫雅，不停起立蹲下，抖动招牌电臀，一个转身放送名人电眼，粉丝尖叫声不断。受邀出席首尔时装周的炫雅，将凹凸有致的魔鬼身材包紧紧，一袭暗黑造型充满哥德式风格，画上视觉强烈前卫的紫色唇膏，大大颠覆炫雅给人的既定印象。不过如此性格的中毒妆，却遭批看起来一脸病容，气色很差。网友还猜想炫雅是不是得罪造型师，否则怎么会向樱桃小丸子里的藤木致敬呢？